观众朋友们，这里是峨眉传奇32世界格斗冠军赛，我们现在在四川省体育馆，我是东妮，我是董江涛。本场比赛是70公斤级自由搏击规则的超级战，红方选手是来自扬州亚东泰拳搏击俱乐部的袁斌，蓝方选手是来自泰国的亚桑克莱。哇，亚桑克莱这也是第三位中国的对手啊，继巴特尔和侯旭之后啊，袁斌是他第三位对战的中国选手。那么袁斌呢，我们知道曾经跟波球等等各种高手都有个交手啊。是的，袁斌跟波球的那场比赛呢，我非常荣幸是主持人，所以之后呢在跟用武之地推出了一个东尼东东枪的栏目，也是爆料了当年袁斌和波球的结果其实是被总裁判长改判了。那场比赛两名裁判判的是袁斌胜，一名裁判判的是波球胜，所以不管是三年前还是三年后的今天，这场比赛都是备受争议，但是结果已经不重要了。今天现在他跟当今公认的世界王者亚桑克莱的一场对决才是我们最关心的。那么亚桑克莱呢，也是在前年啊有一年的这个退役，之后复出之后啊，整个的状态打了两场比赛已经并不是最好的水平了。然后袁斌呢，整个的打法比较，我认为比较接近散打选手这种强点，以及找机会的能力相当强。所以我觉得今天的比赛，袁斌跟虽然面对亚桑克莱这么强大的一个对手，还是有的打，因为袁斌的风格啊，就是那种不容易遭到最重创的打法。是的。单个动作的启动速度相当快。袁斌打得特别稳。走。今天罕见的袁斌打出了好多的组合拳啊，也是针对亚桑克莱的这种打法做了一些针对性的调整。而且在袁斌眼里呢，他认为波球的技术更全面，而亚桑克莱呢要比波球更硬一些。对，对于他自己三年前和现在的自己来讲呢，他认为三年前的体能好一点，但今天的自己经验会更多，心态呀和硬度会更强一点。亚桑克莱还是在继续的压啊，袁斌的组合拳都是打在亚桑克莱防守的手臂上，力量也很大啊。我们看到亚桑克莱在屈臂防守的时候，遭到袁斌拳打的时候，整个身体还是有一些被动的摇晃。现在亚桑克莱虽然出的动作不多，都是袁斌一直是在努力的压制，但是亚桑克莱还是不慌不忙的布置自己的战术。袁斌的这种打法呢，不是压制，袁斌的打法是利用步伐的游走，突然的袭击，突然进去。亚桑克莱呢，还是在找这个近身跟袁斌做拳法或腿法打换的这种打法。Yeah, I done kept it real from the jump. Living at my mama's house, we argue every month. I was trying to get it on my own. Working all night, traffic on the way home. And my uncle calling me like, where you at? I gave you the keys, so you bring it right back. I just think it's funny how it goes. Now I'm on the road, half a million for a show. And we started from the bottom, now we're here. Started from the bottom, now my whole team. Yeah, started from the bottom, now we're here.Stay close. All right, back. Back, back, back. Back. 第二回合开始，亚桑克莱还是要逼近去打。是的，其实袁斌跟亚桑克莱这场较量呢，也是一场中国泰拳水平跟这个泰国顶级的一场较量。对，袁斌是中国泰拳队的队长，拿到了6年全国泰拳锦标赛的冠军。我看袁斌也是换了架了啊。
有价，这种打法相当的合适啊，不断的利用快速灵动的步伐移动啊，突然袭击突然进去。那么我们知道亚三克莱喜欢打阵地战，这种打完之后啊，动作输出完之后就马上跟对手贴近啊，战术是有效的遏制了亚三克莱重拳重腿的输出。是的，因为亚三克莱确实是比较硬，而且阵地战确实是自己的长处所在，但是援兵就要是取长补短。这个时候打到第二，我觉得援兵到后面啊，特别第二局后半段开始之后，一定要稳住阵脚，因为亚三克莱会随着比赛的时间的推进啊，越慢慢去掌握住援兵进攻的主要节奏，然后把自己的重拳重腿输出出来。那么打到现在，我们知道吗？亚三克莱有一个前手拳以及后腿的中手啊，是他比较突出的技术。到现在杨帆还没有踢出更多的中扫踢，刚才有了一踢踢了一个被严斌接住之后摔倒了。是目前亚桑克莱还没有打出非常有威胁性的动作。这个严斌有点搂抱的多了，距离是扛不住亚桑克莱的连续重拳重腿，所以要调整好距离。对，体能我相信对于袁平来说也是有很大的考验，因为亚三克莱给人的压力真的是太大了，一不小心就很可能被重击。哇、小踢出来了。你看袁平打法很聪明啊，一个动作快速打完之后马上贴近，但同时要注意不要给裁判留下消极搂抱的这个印象。从同时起腿的这个分量上来看，确实是亚森克莱的要重，对，腿法要更重一些。这个亚森克莱越打越轻松啊，越打越有。对，往前这种重拳重腿拉近逼近的这个压力啊，给援兵这个我觉得作用也越来越显现出来了。亚森是这个援兵，有点累了。还是有点多啊。对，第二回合这亚森克莱越来越摸准援兵这个技术特点了。对，就是说近身之后，援兵近身之后，亚森克莱你贴住我之后，我趁着你放松的时候推开，把距离拉开，接着打重击。Bring it right back. I just think it's funny how it goes. Now I'm on the road, half a million for a show. And we started from the bottom, now we're here. Team, yeah, started from the bottom, now we're here. Started from the bottom, now the whole team here. Started from the bottom, now we're here. The coach! 袁斌在以往的技术特点给我的感觉是非常稳，然后慢慢的碾压，但是今天面对亚森克莱呢，节奏有点乱。对，袁斌这个时候要打拉开距离，同时要找这个打点啊，从重击上我可能觉得现在希望并不是那么大，应该在最后一击的落点上想一些办法啊，避开跟亚森克莱正面的交锋。双方在缠抱的过程当中，亚森克莱也是技术更柔韧有一些。缠抱就是泰国人比较擅长的，而且亚森克莱还是因为打了这么多踢拳比赛，知道怎么在缠抱的过程当中去打击对手。由于双方体能下降，所以一些进攻动作都被阻截，然后双方就一个消极搂抱的状态。好。
接住杨鹏的来腿。这个消极搂抱，我觉得主要的一方还是来自于袁斌，确实顶住杨鹏克莱近身的这个压力啊。好，近身袭击。刚才说到亚桑克莱的经验非常丰富啊，知道怎么在自由搏击规则之下，利用近身缠抱的一些动作，怎么能把这个节奏控制得更顺？是的。哦，这拳很重，从上往下的。这时候拼意志体质的时候，对，袁斌一定要挺住。比赛时间不多了。对。扫踢，我们看到这个时候扫踢的接触面完全是小腿的胫骨的位置，像钢条一样。抡到袁斌身上，哇，这下很危险，一定要注意防守。是的，对，袁斌要离开围绳的这个位置。袁斌现在眼睛啊已经被亚桑克莱的后手之前打的有点肿了，这个时候会影响视线。所以现在情况对于袁斌来讲越来越不利。对。这个迎击不错啊，因为在现有的这种条件之下，袁斌只能去这么去打。起腿的动作不再完整。但是袁斌一直在扛着亚桑克莱的这个进攻。对。其实亚桑克莱真正有压力的动作输出也很少，就是要比赛结束。Yeah, I done kept it real from the jump. Living at my mama's house, we'd argue every month. I was trying to working all night, traffic on the way home. And my uncle calling me like, where you at? I gave you the keys, told you bring it right back. I just think it's funny how it goes. Now I'm on the road, half a million for a show. And we started from the bottom, now we're here. Started from the bottom, now my whole team. Yeah, started from the bottom, now we're here.Started from the bottom, now the whole team here. Started from the bottom, now we're here. Started from the bottom, now the whole team here. Started from the bottom, now we're here. Started from the bottom, now the whole team here. Boys, tell stories about... Woo!对阵世界最顶尖的拳王，我们的袁斌兄弟确实压力很大，但是袁斌也是我们中国最牛的拳手之一。大家觉得本场比赛谁能够获胜呢？来，我来看一看裁判最终的裁决。一号裁判28-28，二号裁判29-30，三号裁判30-30。Now, ladies and gentlemen, it's a draw. Let's one more fight. 本场比赛平局，加赛一场。Started from the bottom, now we're here. Started from the bottom, now my whole team here. Started from the bottom, now we're here. Started from the bottom, now the whole team here. Started from the bottom, now we're here. Started from the bottom, now my whole team in. Started from the bottom, now we're here.Started from the bottom, now the whole team. Yeah, I done kept it real from the jump. Living at my mama's house, we'd argue every month. I was trying to get it on my own. Working all night, traffic on the way home. And my uncle calling me like, where you at? I gave you the keys, so I just think it's funny how it goes. Now I'm on the road, half a million for a show. And we started from the bottom, now we're here. Started from the bottom, now my whole team.Yeah, started from the bottom, now we're here. Started from the bottom, now the whole team here. Started from the bottom, now we're here. 擦一下，来看擦一下，水擦一下哦。放开，不服了，好，不服了，不服了啊！好了，快点，放开点。哎，没料，哎，放开。
哇哦！这个加赛亚桑克莱一开局啊，就对前手刺尖真的太快啊！是的，亚桑克莱应该是对这个结果不太满意，还是要亚桑克莱力图啊，在这一局之内打出明显的这个优势的比分。是的，所以这也是继巴特尔之后第二个中国人给亚桑克莱打成平局加赛。虽然现在袁冰已经血流满面，但是再加赛一局给了袁冰重新的希望。对，这一局的状态明明比第三回合还要更好一些，还是有可能创造历史。对，那么但是第三局说实在的，确实是亚桑克莱的有效的重击很多。哦，漂亮，已经错到。第二次撤踹，哇，这个扫踢，还以自己扫踢，这个我看的有点像几年之前的中泰对抗赛，袁冰的代表的是中国散打的这种打法和智慧，亚当克莱的代表的是凶狠的泰拳的压力。但这时候袁冰还是抱在一起。袁冰成员说，跟波球那场比赛遗憾的是裁判没有给加赛的一局的机会。但是今天三天后在亚桑克莱的擂台上，在袁冰体能有一个加赛的机会，但是袁冰体能不支的情况下，亚桑克莱的连续的直线拳法的重击啊，刚才还是打出了很多。这个时候我相信亚桑克莱也是要抓紧时间积极进攻，不要给袁冰那么多贴身搂抱的时候。这个比赛打成这样，这个对于严冰来说真的是很煎熬。还有最后一分钟，亚瑟克莱非常明确拳法进攻的线路和落点都非常明确。严冰在后撤当中还是有可能打出重击的迎击的。袁冰这时候看来好像体能也有点下降了，是的，往前逼的这个节奏并没有那么快了。对，但表现出来的状态是袁冰下降的要更多一点。袁冰这时候就要练习自己每一分体力，对，自己每一个动作的落点，抓住机会。好，现在我们的观众都有呼声喊出坚持住就是胜利的声音。最后十秒，双方的缠抱当中的对腿，真的。I was trying to get it on my own. Working all night, traffic on the way home. And my uncle calling me like, where you at? I gave you the keys, so you bring it right back. I just think it's funny how it goes. Now I'm on the road, half a million for a show. And we started from the bottom, now we're here. Right. Started from the bottom, now my whole team. 非常优美的舞姿啊，非常优美的舞姿啊，来。这场比赛已经加赛一场了，我看到袁冰一只眼睛已经十分的肿，基本已经看不到前方了。不管结果如何，袁冰都是我们这个级别中国最牛的拳手，掌声送给袁冰。接下来我来宣布本场比赛裁判的最后裁决。 Ladies and gentlemen, all the judge gave the same scores. 一号、二号、三号裁判给出了一致裁定，9-10，本场比赛，蓝方胜。恭喜泰拳第一人，艾维亚桑克莱。好，现在音乐停，音乐停，音乐停。我们恭喜亚桑克莱先生。不过在这里呢，有一个小插曲，我也是突然接到的一个通知，知道亚桑克莱今天来，我们中国一位知名的拳王，退役军人，解放军拳王周志鹏先生今天来了。他看了比赛非常激动，他非要上台来，有话要说。
我们掌声有请拳王周志鹏。来一段音乐，让我们掌声有请解放军拳王周志鹏。来，看了这场比赛，我们知道你十分激动，你有什么想说呢？很高兴，现场的领导、尊敬的嘉宾、战友们，晚上好。今天我的好兄弟袁斌，打得非常不错。亚桑克莱、波球还有西迪猜，他们在中国一直在不断的胜利，所以我想在峨眉山脊这个擂台上，跟他们三个打出我们中国搏击，我代表中国搏击力量跟他们三个，大家的声音在哪里啊？好，希望早日我们早日应战。OK。所以你的意思要挑战亚桑克莱，对吗？好，我们期待解放军拳王周志鹏要挑战亚桑克莱，我们敬请期待。好，再次谢谢志鹏，谢谢你。那么下面呢，我们进行颁奖仪式。好的，让我们掌声有请五粮液集团，让我们掌声有请五粮液集团歪嘴酒中国营销中心总经理杨金平先生，有请。好，有请杨总为亚桑克莱先生颁奖。我们也再次请回袁斌，袁斌。有请袁斌站到舞台中间，辛苦了袁斌。同时送了一大瓶歪嘴酒，我们也有礼物送给袁斌，袁斌也是最棒的。再次恭喜亚桑克莱先生，也把掌声送给中国拳王袁斌。一声，我们一起让亚桑克莱。